然后享受这个过程。那你还有什么样的就是经历是你以前没有经历过的，在这次创作体验中，然后是一个全新的突破呢？打扫那个机棚是我以前没有体验过的，就因为虽然我老家奶奶家也有养鸡，但是没有那么大规模的。作为一个女孩子，然后你第一次进行这样的一个劳动，先排队，先熟悉最麻烦的这个环节，熟悉完了之后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整出的来一下，我们带着音乐，带着串词，整出的来一下，好吧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就像主持人说的，大家前面咱精神集中，然后呢，把这个站位的这些方面搞清楚，因为我们也是综合了这几年啊，咱们精神大海应该已经是。沈月、郭城、邢飞。好，杨晨。哎，对，有点有的排面的人稍微照顾一下，站好了就走。对，好，走，男生可以稍微等一下女生啊。女生那儿有黑点，其实你慢他半步就行了。观众在这边，拉开哦，拉开，要不然女生走开，拉开，走出来以后拉开。对，有点风景挺好。人多的走出来。来，对，签字，该签字签字啊。对，可以分开，没事啊。这个来，聚到中间，照相。你就躺吗？对，这儿有一黑点地上啊，没问题，站近一点。对，三二一，走。别拖啊，这不是已经长了，走了，别太拖了、啊、杨晨。第六组谢可寅、翟子路、邓孝